今天吃个白灼大虾。加点我的小料汁儿。哎，歇了。哦，虾真甜。嗯，再鲜呢。虾可真甜，嗯，真甜的。哎，看着香，太香。今天吃个韭菜馅饼，嗯，看着香。
开始。没事。今天吃个东北老式麻辣烫。又麻又辣。我今天吃的是盒房饺子啊。22.6块发三袋，东北老式麻辣烫，这是里边是一包粉七包料，料特别足啊，麻酱味老正了。这里边是青菜我自己放的，剩下这土豆片啥的都是他自己带的啊。你们有乐意吃那什么丸啊啥的可以下啊，我这边忘买了。味道正，22.6块发那个三宝啊。还有五片。太贵了，又麻又辣。这大冬天来碗麻辣烫没事了。这都是自己带的。料特别足啊。